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小迪抓着鱼悠悠 ，Tino 画的。扫描。哦，扫描之后，等一下就会出现在这个大荧幕上喽。How is your drinking soda？啊，小迪，小迪鱼要出来了，小迪。紫色鱼，黄色鱼，哇，红色鱼，这只也是双耳坏的，还有一只有人躺在上面喝饮料，这个是听的话我的，弟弟吃的鱼饭呢？弟弟的在哪里？哇，弟弟的鱼怎么觉得游特别快啊？哎呀，难怪他抓弟弟鱼，他抓得起鱼，听到你实在太会画了。哇，你看你的画作就是可以在这边画，画完之后再拿到那边扫描，就可以放在上面。弟弟，有乐高区、双人，不行，这里是溜滑梯、球池，还有二楼的小玩具可以玩，小火车也有，小火车，会开两次，你想玩什么？好 ，OK， 去吧。那张纸张多少？大家。然后这里是看电视的地方，这里呢是爬楼梯的，然后这里是溜滑梯，这里是我的新家，介绍完了。耶！煮一煮。啊！爸爸。好，画完了，现在在扫描。这个是松儿哦，等下在荧幕上面找找看有没有松儿，松儿要出来了，松儿鱼，松海米叶，对，天亮，这只是我画的，松儿鱼，然后这只是小迪鱼，有没有看到小迪？两只我画的，小迪鱼，我看见，喝饮料的是我。乌龟先生的背后，还有松儿，来找我了，很好玩了吧？走，给你拿。